Hello, friends. This adventure, I found a restaurant that has been abandoned for a long time. I know that this hotel has been abandoned for many years because it is tightly closed. It is impossible to enter. Just a few days ago, a friend of mine told me that I can enter now. I am very happy to be here. I haven't heard of the terrible story here, but I think our experience tells us. A closed and opaque building that has been abandoned for so long. No one came in either. This kind of place is very popular with mountain fairies and wild monsters, of course, in Mengmeng. Thì hai ẻo. À, 是想害我吗?我感觉它处处都是在靠我。我今天这里边太卡了，妈的！有种你当面来。 来，立着来，这门多没有啊！得他妈的逼的，得我他妈好几十斤！哎呦我去你妈！这脚跟跺的，立起来，来，关我！操你妈的！ 不行了，我收拾。兄弟们，我喘不上来气儿了。我现在这里边巨热，你们现在看这里边一个窗户都没有，我简直就是在一个蒸笼里面给你玩，超级热，浑身都湿透了，这里全是灰。 操你妈的！来，得立下来，来，来，我看看你。我懒着。嗯，嗯，哎！嗯，哎！ 谁给你的？哎，谁？今儿你要敢再动一下，操你妈的！我给你摔成粑粑！操你妈的！这是个铁门。 我操！哎，谁给你的？有人吗？我感觉这边像牢房似的呢。我操！我操！ 哎，哎呦我操，柴人！ 上面全是灯，我这又听到水声了。哎哦哎，那门塞！哎哦哎，那门塞！不。 有流水声。 这棚感觉要掉呢。这个官人出来！哎，我抄。 有水声，有人吗？谁？操你妈！出来！哦，谁呀？是口琴，吹口琴呢。 操你妈！谁给你吹口琴呢？谁？哦，这，出来！他想让我进去，我估计是，操你妈！你想关我是吧？你妈了个逼的！ 听见没？我操，是监狱吗？ 谁给你的？出来！来！出来！这里边有东西。 操你妈的！其实我怕你，我他妈不是人都。干！啊！我操！这个。 我去你妈逼！就这事儿，那是防盗门。哎，我妈！你妈了个逼的！你敢光明正大不？ 财神，你能不能帮我保佑一下啊？这里他妈全是东西，也是好亮了呢。啊！ 是我的，是我的光吗？是亮吗？ 我操！啥玩意儿掉了？啥呀？我是看错了不？这玩意儿在动啊！是不是瓶子吗？哎呦我操！哎呦我操！你在那上边？是不是瓶子吗？ 我操！哎呦我操！你在那上边？嗯，你还在上面？我啊！那门关上，那小妮儿，那小人儿啊，那是。 我操！我去你妈！你才是啊！你俩操你妈的！就关我！操你妈的！我操！要关我，兄弟们！这里边的财神和神都他妈不是神了，全他妈是怪物。 屋里啊，受不了了，老热的了，现在。啊！9500，我够本了。出球了，带娃我是真羞破了。 太高了。哎呦不行了，我他妈休克了，我现在血压好。 飙到200了都，老疼老疼了这头，没看过多少层了。1层、2层、3层，死了。上面没有层了，漂亮。熬夜，熬夜，熬夜。